同学们好，欢迎收看博弈围棋教育网视频讲座。那么这次呢，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韩国出的这个鬼手魔手，你们的手和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呢，这个白棋呢是，我觉得这道题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这个地方呢，白棋这里呢似乎还隐藏了这个尖王，以后呢这里还隐藏了一个眼位，所以呢这个想吃这个白棋呢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如果单纯的往这跳，小飞，经常我们说的这个小飞呢是比大飞要好，这样呢这个脚上呢是已经有一个眼了，那么他再把这个挡住，这个和这个接呢是剑合，这个显然是黑棋的失败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如果是单拖进去，单拖一下，拖一下会怎样呢？那么白棋翻，这样呢，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虎，然后但是如果搬的话，这样白棋呢，它有一个这个抛劫的机会。这道题呢，就是如果打劫的话呢，就意味着这个黑棋的失败，所以呢，这个单拖呢是肯定也要排除。现在这道题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直接点进来，点进来会怎样呢？点一下，这个白棋当然死挡了，黑棋大飞。这样呢，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完以后，这个地方白棋虎住，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要打劫。这个要点眼，那么现在可以搬一个呢就成打劫了，你走的话我就坐，这样就成打劫了。所以呢这个题呢看完这个点呢也不行，因为这个白棋呢总是要做劫。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如果直接先飞一下，把它挡住，那么你再来，这样会怎样呢？看看这个图，这样呢，白棋可以先搬一下，然后完了呢，把这个加起来，这样呢就形成一个双活了，因为你冲完以后，冲。这样的话，你如果冲的话，以后被我一挤，因为你这个是不能进入的。所以呢，这样是形成双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究竟在哪里才能够进吃这个白棋呢？这道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确的下法，这个是先大飞这个，然后呢白棋靠的时候呢黑棋再飞。再飞点这个，点这个，这个时候白棋是只能挡的，因为你走在别的被这个子跑回去，那就不太行了。这个地方呢，然后再飞，非常的巧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如果吃的话呢，它可以反吃，因为这个地方呢，你没有。没有动呢反而就更好了，因为你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呢，它是自己呢是本身是做不出眼的，因为你这个压也是后手压的话，我就去冲中间这个眼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飞完了以后呢，它点的时候呢有没有别的下法呢？这个时候白棋如果靠呢，黑棋可以搬。这样的话，如果你吃，那我再吃回来。你吃的话，我从这里吃，所以这样也不行。
哦，那你如果往这儿的话呢，被我一冲，这个上面没有眼的话呢，这个底下呢，本身这个地方被一点呢，是已经是一个死棋，是一个近死。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棋，它的最强的应手，最强的应手呢是这个一二路的这个靠啊。通常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看到的这个最强的白棋冲，这样呢，它可以先断一下，然后呢再吃。让我们来看得清楚一点，试一下完了以后呢，把这个提起来，这样呢就变成了这个刀霸五，这个刀霸五。这个棋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更强的应手呢？这个飞的时候。这个大飞的时候，飞棋如果是靠在这里呢，靠在这里会怎样呢？靠在这里的话呢，这个飞棋可以吃，等白棋吃的时候呢，它再起来，这样是还原了。这样等于你挡的时候呢，我再飞这个，这样呢，跟前面的图呢是还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先点这个地方，如果你先点的话，你再吃。这个时候呢，白棋呢，它也有一个非常妙，它可以加到这儿，它不用吃这个，可以往这儿加。这样呢，你为了避免死劫，必须这里来，那我可以再靠。这个靠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因为这个地方要做眼，那我这个地方可以搬，这样呢，强行做出一个劫来。所以呢，那个大飞的时候呢，是靠的时候呢就要吃，如果单靠里面呢再点，这个是要记住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白棋如果是往里退缩呢，那是可以横，这样呢，然后我再横再冲这个，因为这个挡的时候呢，我可以点，所以这个白棋呢依然是一个进士。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呢是白棋呢在黑棋的这个包围圈里，现在黑棋要吃这块白棋，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靠一个怎么样呢？单靠这个，这样呢，这个白棋顶。这样呢，被白棋并到这里，显然是无法再吃了。因为呢，这个图呢，首先应该排除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靠怎么样呢？这个靠，白棋冲完以后呢，挡到这里。这样呢，挡的话呢，它是要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冲完以后呢，它往这跳。这样呢，这个时候如果是白黑棋往里点的话呢，它是要往这儿立的，它要往这儿立，所以呢，这个地方它要拖，往这一立的话呢，你必须得点进来，点完以后呢，因为我这个街上呢是已经是一个双活了，所以呢，你必须得先拖。那我可以做一下，这样呢，我是活得非常清楚。这样看下来，这个接和这个丝呢是见合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看来是这个单靠这个呢也是不行的，单靠这个外面也是不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靠在里面会怎么样呢？靠在里面，白棋如果挡。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是一个妙用的一个妙手，然后呢把这个退回，这样呢，如果你在这儿呢，我是出啊，这三个总是给吃掉了，那么黑棋这个时候也有
套，我就把这个管住。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活得非常清楚。好，那么这道题究竟该怎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该往这里靠呢，还是挡？如果你在搬，我就立。这样的话，这个坐眼了和这个断丝呢是也是见合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它的这个正确的杀法在哪呢？是这个一二路的这个点。这个棋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棋主度，这个不让它回去，再靠。这样由于这个里面呢已经点到这个白棋的这个心上，那这样的话我再一顶，这样局部呢是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棋还有没有比较强的应手呢？白棋如果顶这个可以过，如果你现在呢是退回，那我可以先接一下。这样呢，你接在这里呢，我就把这个靠住，靠住完了以后再搬。下面没有眼，上面只有一个眼。所以呢，这个让它过呢，显然是不行的。那么这样主度会怎样呢？一起接，这个样子呢，底下可以这个一路的跳。因为这个呢是做不出眼来的，这样我一挤。这个地方不能坐，坐的话被我先手给打没了这个眼。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单点的时候，白棋如果是单退这个黑棋过，然后呢它往这里来，这样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妙手，就是它可以先挖一下，因为你如果直接点的话被它一冲，这样的话呢这个纸是回不去的。先挖一个有什么好处呢？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打吃我就吃，这样的话我这个变成先手我还是可以点死你。如果是你要确保这个是后手，你必须把这个点掉，那么这个时候我再点，这样就没有刚才这个接不归的手段了。这个时候我再来，所以呢这个图呢也是一个失败图。那么这个点的时候呢，我们替这个白棋想了这么多办法都不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棋扩大眼位，把这个眼做大一点，可是这个时候黑棋还是可以靠一下。白棋左单打接，这样呢你搬的时候呢我是可以先扑掉你的，所以呢这样呢也是一个进死，这样也是进死。那看了这么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棋单定的变化。这样呢黑棋可以靠完以后藏，这个白棋如果接上呢，它在爬这个，这几下呢是非常致命的，提掉然后再扑。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致命的下法。看来这个地方它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你点的话呢，我直接吃这个，我可以跳，提的时候再跳。那么这个局部呢，你看这个脚上呢，我先不能拖，我拖被你一退一挤呢就活了，所以可以往这儿来，然后我留在这里，这样呢我再挤这个，挤一下完了以后呢再扑这个。这个地方呢是不用担心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看你是本身你是做不出来，你看这个地方的眼位是做不出来的，那你如果在这儿就挖，这样的这个眼呢还是做不出来。
非常可惜啊，这个眼是做不出来的。啊，所以呢，这道题呢，它是这样的，就这道题呢。这道题，这个一二路的这个点呢是一个要点，这个一二路的点，我们看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变化呢，发现这个单点呢是最佳的这个杀白棋的办法。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那么这道题呢是这个黑棋呢是怎样才能吃这个白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棋的形状呢还是非常有弹性的啊。那么这个地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先吃一个怎么样？吃一下，吃一下是也是这个白棋的一个落点，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它可以吃到这里。这样呢，这个黑棋如果点白棋皮，这样的话如果加，我可以接上；如果绿的话呢，我可以冲一下。由于这个地方有一个子呢，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倒扑的形状，这样我一接上，就活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呢，这个生的话呢是一个四败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如果是直接挖，那这个时候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并的好手，并的好手。好，那这样的话，这个黑棋如果吃，我可以往这里做一下，这样呢，这个两点呢是必得其一。那如果是冲。那我现在可以弯到这里，这样一弯，这样呢，这个地方你点的话，我一糊，就不管点哪边，我都能糊哪边，所以呢，这样呢是不行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单加，单加一个呢，由于这个子的存在呢，就形成了一个打结，这样可以打结了。所以呢，这个棋呢仍然不行。构成这个打结呢是仍然不行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道题它的这个正确的下法在哪呢？这道题啊，那么这个正确的第一步呢是先加这个白棋接的时候呢，黑棋这个棋是单拔呀，这个棋是不能吃的，一吃被它一吃就打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接我再吃，这样跟后来就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呢，白棋如果从这儿来打，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地方呢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你如果再打，我还是给你打结，那你如果吃我就退，如果再打还是打结，这个话我给你退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一定要保留，这个地方呢是要先打吃。白棋如果是往这里来呢，要弯这个是一步妙手。这样呢，这个吃和这个吃呢是见合了，所以呢，白棋扑的时候呢，黑棋呢就把这个给吃回来，这样呢，这盘棋就进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呢是不能盲目的杀的这个地方，一定是第一步先走这个，然后白棋接上的时候呢单爬。这样呢就确保这个打吃，这样如果你单打的话呢我再吃，那么吃到这里呢这道题就顺利的解答出来了。好的，那么这道题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
这道题呢，这个白棋的这个形状呢是有不少弱点的。你看这个地方，然后这里也是有很多弱点的。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把它这个进吃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先看一下这个家。现在从这边入手会怎样呢？那么白棋如果立，这些顶。那这样的话，这个棋呢，后期如果再飞，它可以加一下，加一下，相当于是一个秘密棋，这个必须得挡。然后呢，白棋可以先到这儿，因为你这个地方是挤不进来的，所以呢，但是你也不能往这儿来，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白棋是一个进活了，这个显然是不行的。那这个地方先加完以后，直接再大飞怎么样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样呢，白棋是可以加，然后黑棋只能送。那这样的话，由于白棋这个是先手，所以呢，它马上圆到这儿，这里有一个眼，那么这个显然是不行。那这个加完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顶。以后，那这个地方黑棋如果加，还是冲，打吃。那这样的话呢，白棋还是有一个加，等于这样呢，我打吃完了呢，依然是打劫这个地方，依然是打劫。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单断，那么退。那这样的话呢，也是还原成刚才那个图了，就相当于这个加完以后接着这个图，所以这个也不行。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如果是单断一个会怎样呢？那么白棋退，黑棋搬，这样的话，如果小飞。这样呢，白棋一吃呢就活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也有说过这个尖，因为这个地方你是进不来的，所以呢，这个也不能点，点的时候挡里面了。所以呢，那这个棋呢也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单扳的话，那它一打吃就已经是打劫了，这个是太简单了，一提。这样呢就已经是一个打劫了。这个地方如果白棋这个时候想做成这个不肯打劫的话呢，是不行的，只有它单退，被黑棋这么一飞，这样如果你再来，那我可以先靠，靠完以后呢，我再往这里沉一下，这样呢你这个上面呢是做不出眼来的。所以呢，看了这么多变化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地方呢是站死不能动的，那么这道题它正确的下法是哪呢？就是先吃这个。如果白棋跳，那么黑棋再挡，这样呢，白棋黑棋可以挡，然后它再靠，这个地方白棋如果接的话。黑棋呢有一步是非常完善的下法，就是它可以搬，搬完以后呢，在这里打吃。前面我们看到这个子呢，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反而就起到一个反作用了，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借用的。如果没有它，它也有个靠，有了它以后呢，这个联络是相当安全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呢，白棋接的话呢，黑棋可以。这样也是一样的，挡的话我接，你走这个我就爬，所以呢，那么这个时候单飞的时候，白棋我们再来看一下，白棋如果是单飞，那么黑棋点，然后你贴的话呢，我在这里靠，这样的话，依然是不活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棋立一个会怎样呢？黑棋可以靠，
它这个靠呢是总是一个要点啊。这样的话，这个白棋扩大眼位，那么黑棋往这来，然后呢，我在这里走，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盘交取四，这样是一个盘交取四啊，所以这样呢也是死棋。那么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白棋子接在里面走呢是不活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白棋子当弯，黑棋爬一下，然后呢再先冲掉这个眼，这个时候呢白棋不在这里的话，它一冲，这样的局部也是死棋。所以呢，通过以上的这些呢，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了。这个小飞呢是这个这道题的正解，因为你这个时候不能靠了。你看你如果靠的话呢，跟我们前面把的这个区别就有多大。你看这个时候顶完以后再吃，这样呢，本来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尖的，可是这时候你靠了，被我这么一挖吃，整块就被这个黑棋给吃掉了。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那么这道题呢，看上去这个白棋的形状呢是就是不完整的，这里明显有一个扳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单纯的就吃这么一点。你看，如果直接扳，被白棋扳，这样的话呢？虽然说吃掉了这个，可是对方这个一做呢就活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显然是不满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翻完以后连翻，这个呢就比刚才这个是要好一些的，这样才能打吃。可是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打结，因为它可以往这扑，铺完以后再打吃，这样呢就形成一个打结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加一个会怎样呢？这个加呢通常是这个棋形它的一个好手，单加。那么这个时候呢，白棋退，黑棋这样过。这个时候呢，你冲的时候呢，我是可以往这儿来的，我是往这儿跳的。这个棋呢，你搬不到，你搬的话，我这样一坐就活了，所以你必须要点。这个时候我再立，这样呢，你拖的时候我是可以接到，你这样呢是一个进活，这样这个拖呢也是一个失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如果扳，白棋退，然后往这里飞，这样呢它可以尖。这样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冲的时候我一挡，我这里要做和这里冲的是见和啊，所以呢这个图呢，它也是一个失败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接点进来会有一个什么后果？白棋尖，黑棋尖，这样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个地方打吃的时候呢，它是不能，它是必须要这样撑结了，因为你走在这里被我一夹，夹完以后呢，我再提，这样局部呢是一个双活，局部是一个双活。所以呢这个图呢这个单扳呢看来也是不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点会怎样呢，点一个完了再往里藏，这个最直接的下法。然后这个地方能不能回去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白棋给出答案是有个望，所以呢这个地方呢，黑棋也是不能如意的，这个地方黑棋不能如意。那么这道题它的这个正解究竟在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它的正解啊。那么这个正解呢是点到这儿，点这个，然后白棋如果是退，我们先看一下白棋退，
那么可以起到飞。这样呢，如果你翻我就冲，这样就冲断。冲断以后，这个白棋呢是要往这儿弯的。这个里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白棋翻，黑棋弯，然后你往这里来，再断。这样呢，白棋呢是想长，长完以后它是要准备扑你的。这时候黑棋拖，牢牢的把这个气给挤住。这样呢，让你这个地方呢是永远不入气的。所以呢，这两边都不入气，那这样当然是不行的。那这个点完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先点，点完以后呢，这个飞啊，然后再飞啊。那么这个图呢是不行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啊，这个单号，然后一起冲，飞打吃。这样呢，黑棋可以冲，可以冲过来，往起掉，然后你再拐。这个时候他不能走别的，给他一立的话呢，这个扎气就不够了。所以你必须往这儿来，然后你接上的时候呢，我可以套住你。这样呢，就跟刚才那个图呢是基本上是雷同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点完以后，黑棋。黑棋飞的时候，白棋还有没有别的呢？如果靠外面呢，吃，然后再叫吃这个棋。这样呢，跟刚才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一冲的时候呢，就没有棋下了。那你走这个，我一立，这样一次死得非常清楚。那我们来看一下，看完这个点的时候呢，白棋是不能退的。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挡住气会怎样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有这个地方单尖的这个妙手，单尖的妙手。那如果你挤的话，我就从这跳；如果你掰，那我就爬；掰的话我就吃，这样我就过去了。这样是非常简明的。这个地方呢，由于它这里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主度的，这个单跳呢就回去了。所以呢这个图呢这个单退的时候呢是小飞到这里的。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呢本身呢从这个上面来看呢是应该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从这个杀棋上来看比较容易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黑棋究竟怎样才能够把这个白棋吃掉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先看看这个怎么样，拖一下那么这个时候白棋挡，黑棋在过的时候呢白棋吃，这样呢是活得非常清楚，因为上面这个眼是已经破不掉了，然后这里呢是有一个后手眼。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挡的时候，黑棋如果先冲呢，白棋可以吃，这样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空间是不大的，所以说这道题呢应该说是难度呢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棋，如果你单冲被白棋做了一挡，这样呢因为这个地方的眼呢你是破不掉的，你如果过的话呢我上面成一个眼，你如果冲上面的眼呢我下面又有一个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看来是不行。如果单冲这样呢被他一挡呢还是这个眼呢还是破不掉那么这道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如果单尖会怎样呢？还是立，这样呢这个黑棋呢反而送的更多，这样一挡
这样我们是活得更大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究竟该如何解答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正确的下法是回忆录的斑，在白棋弯的时候呢，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次序非常重要，就你不能单接，你单接的话呢，被我这个一挡，这个眼就破掉了。这个时候呢，它的次序呢是先点一下，看看白棋的应手。如果你接到这儿呢，我就可以爬到这儿了，这样爬一下啊，这样爬的话呢，这个白棋如果是出，那我再提。这样呢，如果你再冲的话呢，我这个就过去了，这个非常重要。看，如果是你冲到这儿的话呢，那我再接到这里来。其实呢，这道题呢，就是只要能把这个次序走对呢，啊，那么这道题相对而言呢，也是非常容易的。在这个弯的时候，这个是要注意的，先点。如果他接，啊，刚才我也差点说错了，这个地方是不能接的，接的话他打后面了，所以这个地方会先爬，先爬一下，啊，这样呢白棋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做活的可能了。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好，那么这道题呢，分棋的这个子力呢是非常的零散。究竟怎样才能做活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把这个挡住，挡住能否做活？大家看一下，那么这样呢，白棋点，也是黑棋的这个棋形的一个弱点，然后爬，那这样的话，被它一长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断点，这里马上要冲断，看这里马上就要冲断了。这个杀气显然是不够的，这个一断完一扑就没有气了，所以呢，这个单挡呢被这个一点呢看来是不行。那如果在这里呢，在这里的话呢，白棋可以点到这儿，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拖的时候呢，它不能搬了，搬的话被这个一望，这个也非常的简明。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不往这里硬的话，如果我直接往这儿来会怎样呢？这个时候白棋呢，它也有一个拖的这个妙手，单拖，然后可以传到这儿，传到这儿，这样的话呢，就是冲，白棋挡住，走这个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吃。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扑，这个地方有一个子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后继续再扑，这个时候呢，就让这个力变成了先手。可是这个力是先手管用吗？可以接上。这样呢，你在做的时候被我一点，先手点完以后再挤这个眼，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失败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题，这个地方有一个黑子，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这个没有。那接的时候，白棋如果是拖的时候，那你如果往这里来呢，那就可以退。这样呢，这个地方呢被它一掀。一尖的话呢，显然这个气呢是不够的，这个黑棋不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呢是不往外面走，而是往里面来呢，往里面来，往这儿来一个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变化，那这个时候呢，白棋跳，黑棋冲。然后再扑，这样提掉，提掉的时候呢，他再扑这个还是跟着提，然后你走在这里，我接一下，这个地方呢是不能走、不能吃的，这个被一爬就已经活不了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被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部，给他一接的时候呢，虽然说这个是先手，这也。不太好用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
这个地方呢，它可以点到这儿，可以点到这里来。点到这里来的时候呢，这个棋呢它是没有好的应手了，这个地方，因为你圆的话呢，我一接，这样这个，两个断点呢是必得其一，两个断点必得其一，所以呢这个地方看来是也不行，这个地方。尖的时候，如果它是往这打吃呢，那么这个白棋呢是可以飞的，这样呢，这上面是做不出眼来的，所以呢，这个图呢，我们也要把它排除，这个图我们也要排除。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黑棋，这个时候如果往这尖会怎样呢？往这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棋能往这里来，那么黑棋走在这个白棋这个一路的要点打吃，然后靠，这样看上去呢是相当复杂的，然后它顶的时候呢白棋拖，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然后它团在这里，团完以后呢，把这个地方补一个，这样呢是想在这里是做一个眼出来，他想在这里做眼，那这时候呢他可以提一下，如果你往这里来，再提。这样呢，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地方打吃是不管用的，因为我提到这儿了，所以呢这样呢也是这个黑棋呢是不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它的这个正确的走法在哪里呢，这道题非常的复杂，很松散的，这个形状呢是非常松散的。那么这道题呢，它的这个正确的下法呢是这个单尖，尖这个，尖完这个以后呢，等白棋尖到这里的时候呢，它再往这里拼这个，并这个，这个呢就让这个子呢是产生作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如果你冲，然后再尖，这样我们看出来你要靠这个点。那白黑棋可以挡，这样呢我一团这个子呢正好就产生效果了，非常的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棋还有没有别的下法呢，白棋这个时候如果是往上尖，这样呢黑棋顶了，你看这个时候你不能吃，你吃的话被我吃完一扑就是一个接不归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白棋的最强应手，白棋如果往这儿打吃呢，黑棋一样的也是要跑这个，因为你冲的话我就冲完扑还是一个接不归，那这个时候我再回头，它可以往这里来，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靠的时候黑棋起翻，然后你断的时候呢是断不着的，因为我可以起到这儿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吃这个地方呢，我还是吃回来，这样呢因为你走这个的时候永远是要打你的箭推的，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吵架的余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先煎完以后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这个棋，煎完以后这道题究竟该怎么做活呢？就这第一步呢是先煎，等白棋煎到这里的时候呢再盯，
是要利用这个子来达到这个活棋的这个目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正解，然后挡住，这样呢是活得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地方是爬不过来的。好的，那么这道题的解答呢就到这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次再见。